玉星辰，你看到我？玉星辰，玉星辰，你什么时候把家里弄成这样的？咋有可能？不是很正常吗？这都快成垃圾场了，这叫正常？还行啊，我一会儿就收拾。现在还没到扔垃圾的点呢，去扔垃圾的话，一会儿被秦阿姨逮住，又要一顿挨骂。你赶紧把垃圾桶里垃圾扔掉。啊，知道了。玉星锤，你看你那杯子都洗不掉了，你。这是什么？那这个，这是我设计的神器。你管这叫设计？那不就掏个洞吗？你懂什么？你赶紧把东西给我收拾了。玉星锤，你不答应我了要收拾吗？现在都几点了？玉星锤，你真不把我当外人呢你？那要大家都那么熟了，不要那么客气嘛。哎，老板，坐坐。谢恒端，这就是你的女神。老板，你别这样，我待会儿就收拾了。你不会收拾的，你永远都不会收拾的，整个假期放完你都不会收拾的。老板，你不应该开家具公司，你应该去开保洁公司，牛啊！你这儿怎么还有一包啊？我刚收拾。我也要看。你确定？嗯，这个很恐怖的，你能看吗？我怎么就不能看了？我突然饿了。刘源，你去拿点薯片吃。啊，我给你去拿。哎，你坐下。你是客人，你去什么呀？让刘源去。有事自己去。他们俩还没和好，我给你去拿，我去拿。谢恒端，这里是我家呀，你为什么说我是客人？啊？这是你家？啊？这不是潇潇家吗？这怎么可能是潇潇家？不是啊，我第一次遇见潇潇的时候，就在这个门口。而且不是你跟我说的吗？说你新邻居是潇潇啊？我什么时候告诉你肖林夏是我新邻居？我新邻居是他。啊，对对对，是我呀。那潇潇不住这儿？啊。所以，你女神是肖林夏？嗯。不是玉星辰？哎，怎么可能是他呀？啊，不是，我不是。所以，你喜欢潇潇？你们俩之间是兄弟啊？
所以，你三番五次过来，是来找萧凌夏的？不然呢？我就说嘛，以后常来啊，以后常来。那肯定的。我怎么会以为你们俩？知道这样，我根本就不会把房子租给你。啊！他怎么了？难道是因为我不喜欢他，他伤心了？